나그스민보자그만보자그만死了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大家用维吾尔语来交流，你们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啊！开玩笑。那现在动力点不了，可能啊。老孙就老孙。老孙能吗？可以吗？还可以，还不是还不是？动力点改了。沈沈南就是。沈南个子不高，老孙岁数大。你那句说对了。